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环球直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七七峰会达成五大共识，处处抗击中共；瑞士和平峰会开幕，阵容庞大，中共缺席；日本退役中将山下裕贵表示，共军大量政治教育是弱点；纽约初选将登场，以哈战火导致选举竞争热。七七峰会在今天正式落幕，世界上最发达的七个民主国家的领袖们就五大问题达成共识，联手对抗中共。来看新唐人白宫记者从意大利发回的报道。好的，主播，今年在意大利所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在周六正式落下帷幕。领导人们在最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近30次提到中共，多为批评，态度比往年更加强硬。公报中批评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对各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威胁、在全球的恶意网络行动、在南海的军事化和激进行为，以及在西藏、新疆和香港对人权的打压。同时，一位高级美国政府官员告诉我们，本次峰会就五大方面达成重要共识。一、利用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的贷款。Con la dichiarazione finale, G7 si è assunto alcuni impegni precisi. Continueremo a sostenere l'Ucraina. 二、要阻止中共继续支持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包括要进一步释出类似本周美国对中国实体的制裁。The ability to produce those weapons and the technology available to do it, so it is in fact helping Russia. We need to keep the pressure.The UK and others have already sanctioned Chinese entities for facilitating Russia's defense industry. The G7 has now agreed with that principle.三、要对抗中共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和其在战略领域的经济和国安威胁，方法包括如欧盟和美国近期对中国电动车提高关税。四、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以对抗中共对他们的胁迫性放贷。To go from billions, we have to get to trillions immediately. Together, I think we're showing democracies can deliver.五、阻止中共搭便车，即通过放贷从中低收入国家中捞钱。五大共识中有4项直指中共，这些方面也是美国政府近期反复强调要应对的威胁。同时，拜登总统将会在下个月在华盛顿 DC 所举办的北约峰会上进一步推动这些议程。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陶明，意大利巴黎报道。乌克兰和平高峰会6月15日在瑞士召开，峰会阵容庞大。近90个国家参加，中共缺席，俄国没有被邀请。瑞士政府表示，高峰会主要是为了启动乌克兰和平进程，并带动之后俄乌军参加的和平会谈，为乌克兰建立一个基于国际法的持续和平。世界领导人周六起齐聚瑞士卢塞恩湖畔的布尔根施托克酒店，约90个国家参加乌克兰和平峰会，其中多为国家元首。这场峰会是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倡议下举行的。瑞士政府表示，和平峰会主要任务是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为乌克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进行对话，达成和平框架共识，俄乌都参与的和平进程路线图。如何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为乌克兰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进行对话，就可能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讨论让俄乌双方都参与的和平路线图。乌克兰政府先前表示，峰会将重点协商3个能够争取各国支持并采取行动的议题：黑海航行自由及允许乌克兰出口谷物，并保护全球粮食安全。就俄罗斯停止轰炸乌克兰核能基础设施达成协议，交换战俘以及让数千名被运送至俄罗斯的乌克兰儿童返回家乡。在和平峰会的第一天，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5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用于修复因俄罗斯轰炸而受损的基础设施。此次峰会未邀请俄罗斯，瑞士政府称是因为莫斯科无意出席。中共同样缺席峰会，美国和乌克兰先前多次敦促中共参与。泽伦斯基在月初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中点名指责中共施压其他国家抵制这次和平峰会。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海英综合报道。周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瑞士，
未来两天将出席世界和平峰会。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求乌克兰割让领土来换取停战，但受到美国和乌克兰的谴责。周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瑞士苏黎世，周末他将出席瑞士举行的和平峰会，由92个国家和包括欧洲委员会、欧洲议会等8个组织参加，其中包括57个国家元首出席，但中共和俄罗斯被排除在外。泽连斯基表示，世界各国将帮助乌克兰走向持久的和平。周五稍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作为和谈条件，乌军必须从乌克兰领土上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撤出，并承认俄罗斯吞并这4个州，并放弃加入北约，遭到美国严厉谴责。You know, Putin has occupied, illegally occupied, sovereign Ukrainian territory. He is not in any position to dictate to Ukraine. 泽连斯基在意大利 G7 会议后回应表示，普京和平谈判的方式是纳粹主义的死灰复燃，和二战中希特勒蚕食欧洲其他国家领土的方式如出一辙。Вони нічим не відрізняються від всіх ультиматумів, які були до цього. Єдине, що ми з вами реально є, вочевидь, бачимо, що це відродження нацизму. 在 G7 峰会期间，美国和日本还分别与乌克兰签署了为期10年的双边安全协议。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期间美国会继续训练乌军，提供军援，协助生产武器和军备，包括防空导弹和先进战机，加强情报共享等。此外，泽连斯基还向 G7 成员国为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贷款表示感谢，这些贷款将使用西方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收益偿还给 G7 国家。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于良综合报道。下面来看一组国际新闻简讯。美国前总统川普周五欢庆78岁生日，支持者在佛罗里达州为他举办了一场生日派对，派对开始前5000张门票全数售罄。川普上台表示，很高兴在佛州庆祝生日，期待重返白宫。There's nowhere else I'd rather be on my birthday. It's Flag Day, my birthday. With the help of everyone here tonight, we're going to win this state in November. 当天，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川普时代对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中使用的撞火枪托的禁令，裁定装有称为撞火枪托的速射配件的步枪不属于非法自动枪。在意大利召开的7国集团峰会结束后，拜登直飞洛杉矶，将在周六晚间参加在孔雀剧院举行的盛大好莱坞募款活动。预计巨星乔治·克隆尼和茱莉亚·罗伯茨将为拜登站台。与此同时，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周五表示，众议院将诉诸法庭执行对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的传票，以获取乔·拜登总统特别检察官的音频采访。欧盟原则上同意从6月25号开始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进行入盟谈判。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后，乌克兰和前苏联国家摩尔多瓦即申请加入欧盟。欧盟领导人去年12月做出开启谈判的决定，但由于匈牙利对俄罗斯友善，可能会反对这项需要成员国一致支持的行动。配备微软的新笔记型电脑将于下周开始向客户发货，但少了一项以人工智慧驱动的 Recall 功能，因为这项功能引起了人们对隐私和网络安全的担忧。微软上个月展示宣传了新的 Recall 功能，将其描述为迈向人工智慧机器的一步，可以立即看到、听到我们，并推理我们的意图和周围环境。但微软在周四表示，将推迟原定于周二开始包含在新个人电脑中的 Recall 预览版。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梅综合报道。日本退役中将山下裕贵表示，共军大量政治教育是弱点。日本陆上自卫队前副参谋长、退役中将山下裕贵今天在台湾举办新书《完全模拟侵台战争》的座谈会，对于中共可能武力犯台，他也提出相关看法。看读
者合影，日本陆上自卫队前副参谋长、退役中将山下裕贵来台，亲自参加新书完全模拟侵台战争签书座谈会，胸前更别上了结合台湾日本国旗，象征台日友好的徽章。国民党軍と一緒に戦ったというその父親が台湾防衛のために戦ったというのが一つあります。山下裕贵表示，新书完全模拟侵台战争，目的是基于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曾说过，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但日本民众却不是那么了解，当共军侵台战争爆发，日本可能面对的实际情况。他认为，中共目前内部经济下行，可能会用对台战争来稳定国内政局。それで、では自衛隊、陸海空の自衛隊が台湾の軍隊とこの話ができるかということですね。国境がない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ためにはですね、アメリカと同じ台湾関係法みたいな形の法律が一本必要になります。除了对于台湾军队和日本自卫队未来可能的合作交流提出看法，山下裕贵也分析了共军弱点以及台湾需要注意的地方。人民解放軍の弱点はですね、年間の訓練時間、与えられた訓練時間の中に政治教育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よね。この時間がいわゆる部隊のレベルを上げるのブレーキになっている。人民解放軍はですね、相対して、まあ小競り合いはやりますけれども、大きな戦争に勝利したことはない。今近代的な兵器を持って、戦力がアップした時に我々心配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のは、将軍や政治家が使ってみたくなるっていう。山下裕贵强调，万一中共对台动武，台湾民众、军队一开始势必会是孤军奋战，同时等待美日同盟的驰援。但台湾必须要向世界展现自己的国家要自己防卫的决心，进而引起世界舆论的支持。新唐亚太电视王冠霖、曾新敏，台湾台北报道。下面来看中国一分钟。中国各地极端天气频发，湖南等八个省份出现暴雨天气，而河南等11个省份出现高温干旱天气，高温影响近3亿人口。作为中国粮食主产区的河南省，预计将面临长达一个多月的少雨干旱期。中国大陆养羊理财平台众目宝日前被迫已经无法提现，众目宝 APP 的认养功能已无法使用，村内用户与众目宝高管及客服失去联系，部分投资人已向警方报案。近日，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李建雄被当局调查，他曾是已经落马的广东省委政法委原副书记江凯欣的下属，两人曾长期共事，并且曾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新航亚太电视整理报道。云林舰成军，赖清德喊话，全国人民都是海巡后盾。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出席在高雄举办的第五届国家海洋日活动，同时主持云林舰成军典礼。赖清德表示，面对区域强权施压，海巡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感谢海巡弟兄的努力，全国人民都会做海巡的后盾。4000吨级的云林舰三月交舰后，15日，总统赖清德再度登舰，这也是赖清德首度以总统身份主持海巡舰的成军典礼。这核定云林舰编成，并自即日起执行海域执行任务，保护海洋权益。云林舰是海巡署继嘉义舰、新竹舰后第三艘4000吨级巡防舰，也是海巡吨位最大舰型，可承受十级强风，续航力10000里，配有3组射程120公尺高压水炮，执行海上驱离任务。今年3月交舰，将配置南部地区机动海巡队。船舰上设有手术室、负压隔离病房，也提供直升机起降。在国家海洋日活动上，台湾宣告云林舰成军，展现国建国造的坚强实力。赖清德也向海巡兄弟喊话：我们面对区域强权的
施压，当然我们海巡兄弟的压力势必是越来越大，工作也越来越繁重。我相信全国人民都会做我们海巡兄弟的后盾。强化台湾海域巡航能量，政府规划2018年到2027年打造141艘新式海巡舰艇。这次云林舰也靠港，首度开放民众参观。新桃园亚太电视叶大为、石千里、李晶晶，台湾高雄报道。黄仁勋身价破3.6兆，登全球第11大富豪。下面是一组财经简讯。台积电的3纳米制程产能已被苹果、高通、辉达以及超微预定到2026年。由于台积电3纳米制程需求庞大，供应链失衡 ，IC 设计大厂纷纷要求提高售价。根据彭博亿万富豪指数周六最新数据，黄仁勋今年以来身价增长了717亿美元，净资产总值达1160亿美元，目前在全球富豪榜上排名第11位。另外，全球首富为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其次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第三名则为路易明轩集团执行长阿尔诺。美国制造业联盟周五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的报告，呼吁重新祭出停用已久的进口激增保护措施421条款。421条款仅在2009年由前总统奥巴马应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要求援引过一次。该行动暂时将中国轮胎的关税税率从4%的世贸组织税率提高到最高35%，但421条款已于2013年到期。研究机构 TrendForce 公布，全球首季智慧型手机品牌产量市占，三星受惠 AI 旗舰机热销，超车去年第4季产量夺冠的苹果，与今年第1季重回龙头宝座。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美国陆军14号庆祝了249岁生日，当天上午在纽约时代广场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庆祝典礼。下面随记者去现场看看。周五，在曼哈顿时代广场上轻快的鼓乐演奏中，美国陆军迎来了249岁生日。Happy birthday! The Army values, one of those are loyalty, duty, respect, selfless service, honor, integrity, and personal courage. So I think setting the example of what it means to selflessly serve, putting the nation and the others before yourself, is a good example to put before the public.在庆祝活动现场，有20多名新兵宣誓加入陆军行列。The Army, that fundamentally is a people organization. We take care of people. We teach people how to lead, and that's what makes us really different. No one leaves the Army as not a leader. We're the Army, proud of our nation. 249年前的6月14日，为了在独立战争中抵抗英军，美国正式成立了大陆军，而这就是美国陆军的前身。249年后的6月14日，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众们在纽约时代广场为陆军庆生。I would say thank you very much to the U.S. Army, and I'm very much appreciative of U.S. Army, and I'm a fan of U.S. Army. I would say U.S. Army does their job perfectly well done. Americans are always the best. Happy birthday to the U.S. Army. 阿尔塔米米来自中东，这是他第一次来纽约旅行。他想对美军说 ：“Keep protecting the U.S.” 陆军也希望更多的新兵加入，为他们提供不一样的人生体验。以上是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佳音、尚静在纽约市的报道。纽约初选将登场，以哈战火导致选举竞争热。今年是美国大选年，在纽约即将到来的初选中，竞选人对以哈冲突的看法也备受关注。来看报道。第三度寻求竞选连任的民主党人联邦众议员贾马尔·鲍曼，一方面谴责哈马斯在去年入侵以色列，但也反对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We condemn the attacks of October 7th that killed thousands of civilians. We condemn that. And what we want is peace. 今年，鲍曼正面临同样是民主党，但相对中间派威彻斯特县长拉丁默的挑战，而拉丁默则更强调自己是社区一个更平和务实的民意代表。
What I sense is critical here is that the mainstream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in the House and, in the, and President Biden wants us to look longer term about how we get to peace. 前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前众议员蒙代尔·琼斯最近表示背书拉蒂默。I think this race is going to end up being the race in New York and one of the big races in the country in terms of Democratic primaries. 不过，无论谁在6月25日的初选中获胜，席位都预计将保持在民主党手中。选区包括了纽约市的布朗士和威彻斯特的部分地区。新唐人电视台实习记者易欣，纽约报道。本周32号，丹麦下令召回3款从韩国进口的辛辣方便面，让一些丹麦和韩国人心中不平。来看报道。周三，韩国知名方便面品牌三养的3款拉面被迫从丹麦市场下架，原因是这些产品含有高剂量辣椒素。丹麦监管部门表示，必须停止销售这3款拉面，因为消费者，尤其是儿童，食用后可能会急性中毒，可能的症状包括灼烧感和不适、恶心、呕吐及高血压。监管机构要求消费者立即丢弃这些方便面或向商家退货。不过，这项命令令一些丹麦人心中不平。The current justification is that the product contains too much capsaicin, which is a natural substance in chili peppers. In other words, the product is being recalled because it's spicy. So, if this product, if ramen is being recalled, then why is Tabasco and fresh jalapenos not being recalled? And there are products that are being sold right now that are even more spicy, like chili powder.I want to eat it. Just because you can't eat it doesn't mean I don't get to eat it. So I'm just very upset that I don't get my noodles. 韩国三养公司随后在声明中表示，产品遭丹麦下架并非因为质量问题，而是因为当局认为面条太辣，可能引发其他问题。一些远在首尔的韩国人听到这一消息后也感到难以理解。건강상의문제면은한국에서더이슈가먼저됐었어야된다고생각하는데그래도한국에서는수요가계속해서많은추세니까건강에문제가있는가에대해서는잘모르겠네요被丹麦下架的三款方便面在许多其他国家都有出售，这也是三养首次被下达召回令。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乔安综合报道。感谢您收看这次的新唐人环球直击，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